Yeah, 有一天刷手机，为了补一点八卦，听说有一个关城必读，速度闯得神快。别想摸来摸去，我就传递给他人。为了武汉，我们都要坚持。为了温州，我们都站在一起。为了中国，我们不用放弃。One world, one blood， 没有你就没我。海外华人也在，有时间见一面的朋友，你们辛苦了。有你们的付出，才能有我们的未来。为了你们，我们都要有希望。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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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这是阿达的在疫情的时候创造了这个歌曲。哦，那你的歌吗？对，那你做的歌？对，他做的。因为疫情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加纳人，就是觉得可以通过那个音乐的方式，把疫情的一些就是写给中国人。所以我们非洲人在温州比较有想法，他们比较厉害的，对。本期的主人公是来自南非的阿乐，已经在温州生活11年的他，刚到中国的时候，也有一些不太美好的经历。有一次我在医院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小孩子过来，我跟这个孩子握手的时候，他把这个手送回去，对，送回去，然后。对，这样的他这样，但是我们握了，对，然后他说妈妈，我想去洗手，因为他觉得我这个黑色的传染到他那边，所以那个时候也比较难受，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非洲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很多人觉得，皮肤黑色的或者皮肤黑一点。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事情，或者觉得不好，所以我们可能要给他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文化，我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然后也给他认识一个新的非洲，认识一个我们非洲的青年，多多了解我们，对对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有影响力的一些事情，对对对对，好正能量的人。这一期节目组将跟着阿乐走进非洲人在温州的故事。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2011年，阿乐来到温州留学，妹妹凯莉受到他的影响，2015年也追随而来，目前二人住在一起。很整齐啊，你的房间是不是很简单，对吧？对，这里是妹妹的房间吗？你不能进来啊，你不能看。就是中国有句话说，啊，女孩叫闺房，啊，不能随便进。行吧，先生，跟哥哥完全不一样，比较乱。他的房间很整齐嘛，很干净。那你，飞机会谈为什么怎么找到你？他们也看到了我在。去年去参加表彰大会，还有去做了那些工作，抗疫的那个工作，然后他们觉得有意思。我可能是只有一个非洲人会代表今年，对，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昨天看了，我们要做很多的中非的交流，很多人要了解我们非洲人在中国，所以说一定要说好这些中非故事嘛。对对对，好成熟的人啊，这个想法。现在做什么？ So as you know,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million sub-Saharan African children that suffer from malnutrition.
阿乐告诉节目组，他们的团队正在开展一个项目，是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营养不良儿童的中非医疗保健计划。他们致力打造出适合非洲儿童体质的高性价比营养产品，希望可以缓解撒哈拉以南非洲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You don't just produce like fruit, vegetables, just the food. No, it's not about food. It's about the intestinal absorption. If the intestinal absorption is too low, they can eat as much food as they can, but they still will never absorb it. That's why we have to have this product to change the absorption. So, I think you need to research my file I sent you. You didn't read it. You didn't read it. You need to research what we did. Because you don't understand. So if you ask the question, it's useless. So the food, the very food of the African children is not enough? It's not the food shortage. Food is there. I sent you our research. I think the next time, please, you should study before you ask a question. And if you don't study it and ask a question, then it's very bad because you are disrespecting our work. Number one, there are 800 million children that have malnutrition. 200 million are in sub-Saharan Africa. You understand? The next problem is, why do they have malnutrition? Is because, not because they have poverty or not because they don't have food, like Joshua was saying. They have a decreased intake absorption. So that is a macronutrient malnutrition. So that means that the big nutrients that they need to absorb, they don't get it. So you can give them more food, but they still will not absorb it. Do you understand? So that's the main idea. So malnutrition is everywhere. Yes, it's everywhere. And it's not only in Africa, it's also in China. China also has malnutrition. 非常单纯的来讲的话，我们以为非洲比较穷，所以吃的东西也少，所以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也不对。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研究，我们也意味这个，但是发现并不是这个样子。他们也吃了比较多，但是后来他们吃了的东西吸收不了或者不足够，那你可以再吃多一点，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南非的气候是什么样的？非常非常热吗？没有，南非不热。不热是吧？今天算比较热，我们那边不会超过32度。哦，是吗？对，非常好。有四季吗？春天、夏天？有有。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对非洲的印象很热的感觉。没有，不热。那你为什么要决定来中国？当时没有考虑过，比如说去日本啊，或者美国啊？太贵了。我有一个奖学金去美国和澳大利亚，但是还是比较贵。所以有好多国家为什么选择中国，是因为划算。对，只有确实是划算，还有这边的学习的环境还有情况还挺好。对，但是你来到中国之前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环境，不知道，对啊，我都不知道。所以我来这里2011年的时候做了几个月的汉语，差不多感受了这个地方，然后我自己做一个决定，我可以在这里。对，当然17岁的时候没有担心吗？因为你对中国不了解，什么都不知道吧。我不担心。对，用英文我就是说 I took a leap of faith， 对吧？就你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但是你就是相信自己，相信这个地方，然后就往前走，就这个意思。对。你经常来这儿吗？对，我那个读大学的时候经常来这里吃。对。阿姨好。你好，刘乐。对。我今天有一个朋友来。哦，好。来给你认识一下。这个导演是来自日本。对，我是日本人。对，看不出来吧。好，你可以跟观众说拜拜。
好，拜拜，拜拜，拜拜，再来。OK， 下次欢迎来。Ray， 我有个朋友。How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This is one of my friends. He's a Japanese director. Oh, seriously? Yes. Wow. Nice to meet you. Yeah, nice to meet you. You are Bill. Yes. Ray. His name is Ray. 对、oh. Nice to meet you. 你也是南非人吗？我是加纳。对，加纳。他的中文也很好。哎，你的中文也很好。是的，是的。你也学医学吗？是的。他是临床医生。嗯，临床医生，骨科。他的中文比你好啊。是，他非常非常好，他非常好。对。那为什么你选择来中国？来中国啊，其实可以去日本，可以去美国学习。其实日本我出国好挺贵的，太贵了，你太贵了。你要过了日本，房间都跟你，他有一个过不了，中国比较划算。是的。那你有没有现在有没有女朋友？没有。你呢？你长得那么帅，为什么没有？很多年轻人想找女朋友玩啊，或者什么我。如果我真的要找一个女生，可能是这，是为了结婚，结婚哦、所以我不会跟很多的女生每天都在聊天或者那个，对，我觉得没有意思，这个会让她觉得我非常喜欢她，或者她会喜欢我，哦、但是真的未来我们不会在一起，哦、我觉得这个不太对，不太对的，对。哦对啊、好保守啊！南非人都是这样子吗？你是这样的人？嗯。人都是有欲望的，你没有欲望吗？恋爱的欲望？什么欲望啊？这个人？不是不是，七情六欲，你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这个你性性的那个？不是，恋爱男女之间的那种欲望，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大家都会有嘛？那你会控制？就是性的欲望。不是。开始工作了，他不想跑，要先打车。走吧，你走吧。好香啊！啊，好香，好香啊！哎，他现在做什么菜啊？我们就准备做一个简单的鸡肉炖肉。晚上。阿乐邀请了亮叔和朋友们到家里做客，并且特地准备了丰盛的非洲特色料理招待大家。Okay, let's say grace. Yes, you can lead for us, Percy. Yes. Okay. Lord of Mercy, Jesus, we thank you for this food. We thank you for this wonderful meal we're about to have. We thank you.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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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t. いただきます。吃饭吧。我只能这么说了吧？因为没办法了呀。这个菜的名字叫什么？这个是炖鸡肉。炖鸡肉。英语的话，那叫chicken stew。Chicken stew。Stew。Stew。Stew。这都是非洲菜吗？算是对。哦。大哥。If you guys want to heat up, David, please go ahead and stew this there. 还可以的吗？うまい。うまいね、これ。めっちゃうまい。うまいわ。うまい。吃饱喝足后，擅长音乐的兄妹俩决定演奏一曲。Stepping out of the plane, I would never be the same. Blue skies, high tides, white smiles for miles. Oh yeah, I'm walking through the breeze. I feel the grass beneath my feet. Blue skies, high tides, white smiles for miles.Mountains, I will shout I love. On the mountains, I will shout I love. I love.
拍摄最后一天，去杭州出差的阿乐与准备回程的节目组顺道而行。这个节目的名字叫我住在这里的理由。你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我住在这里的理由是让我自己可以学习很多的可以帮助我自己国家的事情，然后过一段时间必须要回南非，回非洲，用这些所有的我学习的科技，我学习的商业，我学习的医学的这些系统，都可以自己让我自己可以成长，帮助更多的人。温州是我的 training ground， 我的培训的一个地方，所以从温州开始，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对，你看我们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样子。温州就是我们的基地，我们的 base。对，可以学习了很多，可以努力 focus 聚焦，然后从那个可以去什么地方都可以去。谢谢。大家早上好，我来度假了。大家怎么样？感觉到？很像画。一类。那个牛年糕，牛年糕，牛年糕，牛年糕。あ、ほら、コーヒー飲めな、なってる。あ、本当だ。あ、これ大きい。な。はい、はい。あ、我刚刚喝一口，感觉就是很多色彩，就很多口味。反正这里老海南的哦，对，感谢，我们在 YouTube 新开设了会员频道，打开和之梦官方频道主页，点击加入，每月仅需290日元，即可享受我住会员加长版视频以及专属福利，快来加入吧！